边哦，做人拢非常的精啦哈。而且马上在这问小朋友，你阿拢总爱当爱当太精啊，太注意哈。谢谢感谢。来，这么来看我，今天继续过来邀请你来过来听咱辣妹水果妞哈，来安排着咱好听的歌曲啦哈。来，邀请我们三位辣妹长腿妹妹，安排着咱好唱歌。好，安排咱好听歌曲来。剃头第一意思啦哈，来侮辱你老爸。来，阿爸，咱这首非常好听，歌听。对，阿爸，对对对。来，阿爸，对对对，好听。你看你身我，你阿爸你看咯，就是爱这海阔天，好漂亮的姐姐。Oh,
鼓励啦吼，来祝你当万事皆顺利吼，来到了咱的台，你好，朋友就下过来，对待四个，你来当个是舞台上，咱就叫你成功嘞吼，你甲看吧，实力的都是安尼吼，实力派唱将吼，唱歌非常好听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嘞唱歌也好听，咱现场对着咱现场好朋友吼，下当拢是一种的享受，啊，你唱歌咱的享受嘞吼，所以咱四个你要穿着阿爸迄种吼较好听的歌曲吼，来现场嘞，你好，边来个欣赏吼，来继续安排，继续安排是对型吼，来阿爸继续歌曲来对型吼，谢谢。大家对着手一个礼来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，来对型吼。谢谢。
讲出来哈。大家好，我是魏嘉怡来，我叫我妞妞陈杰林。哦，之前有去参加那个超级红人榜的参赛的，谢谢妞妞，底下祝大家一当心态健康满足，旅游多带带平安多探亲，谢谢，谢谢，来赶快来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，好，给小妹安排《喜归牛》的比赛，好来安排啦，好听好听，红人榜的歌曲，好，谢谢，送给大家，来安排《喜归牛》非常有实力哈，我们的妞妞安排这首好听歌曲，《喜归牛》的比赛。
唱歌，咱的破相互相济哈。谢谢。你看尽量拍好这个这，麦小姐在这边弄出来，当然可以参加好这些哦。谢谢。好，来我们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。安排是谢金燕的《等不公》。好，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，来《等不公》。嘿嘿。想看是过这呢简单的问题，我是安尼，像放风吹起起悄悄思念过。哦，青春的歌，嘿嘿，美美的歌，我知道我的。哦，我是那个，那首歌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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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感谢。来，这边国王给你介绍个人，邀请到咱小辣椒哈，来安排。